嗨，大家好，我是小凯老师。今天 Voucher 的活动呢，我觉得很可爱，因为会场你看到很多不同的摊位啊，还有这个算塔罗牌的，然后这个占卜的，我觉得是让所有的女生呢都感觉到说，除了有妹妹的彩妆跟保养之外呢，还可以呢从心灵的部分美化自己。当然今天呢，为各位带来一个新的秋冬的彩妆示范，那让所有的女生呢可以了解掌握秋冬的趋势。那希望呢这样的活动呢可以持续的发扬光大，让更多爱美的女生可以越来越漂亮。Hello， 各位 Voucher 的读者们，大家好，我是王心如。那今天的感想呢，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看到台下就是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就是一起跟着我变美丽，然后觉得彩妆是一个就是会让女人瞬间变成很多种不同魅力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化淡妆，或者是你可以加深一点眼影，像我今天这种烟熏妆就可以多了更多的妩媚，或者是更加的一点点性感。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化妆让所有女性就是展现自己的自信，非常的美好。那很谢谢今天参与这个活动。我们要先利用它呢，在我们有毛孔粗大的地方。然后呢，你有这个比较多纹路的地方，先做一个抚平的动作。有修饰过的地方呢，我们的这个粉底哦，这个底妆的妆感真的很服帖耶。你看有没有？感觉是零瑕疵的肌肤。重点是它还是很清透，不会有厚粉的感觉，好像没有上妆一样，那种很自然的感觉。对。哦，所以只要用手指这样轻轻的，所以它这个粉底也是非常好推开吼，对，很保湿，对，又保湿又好推。它是雾面的，可是它很保湿哦。对，就是它是有滋润度，但是它不会因为雾感而让你的嘴巴感觉到干燥的问题。轻的刷上一点腮红，对，你看这样子有底妆，有着微笑的气色，底妆、腮红、唇妆，好，这样子就完成了。哇，好美哦！好，今天呢，我就来让大家看一看到底它有多神奇，因为这是眼影显色最重要的关键，它可以让所有的眼影变成超级饱和，而且呢可以持续一整天。好，因为它真的很神奇。一般的眼影打底有眼霜啊，眼蜜，比较膏状的感觉，它都有颜色，对，或者是有很多珠光。那这是我觉得在专柜当中你唯一可以买到的是无色透明的眼影打底显色霜，一点点薄薄的蜜粉，这样的目的是，好，这样的目的呢是在做一个小小的隔离哦，让这个眼影粉末不会掉下来哦。我最喜欢就是先从最黑的开始画，因为呢把黑色定掉，定色完成之后，你只要轻轻再结上一点珠光就很漂亮。所以就是从眼尾的地方先开始，因为我们要色先哦，拉长，好，我们要拉长。那它有点所谓的猫眼嘛，就是要有点勾魂的眼睛，对，尾巴有点拉长，然后有点往上扬的感觉，就是把它拉长上扬。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第二声，这是什么？有点紫咖啡，然后又带着一点粉红光的，对，超妙的颜色哈，妙咖啡色，妙咖啡，对，看这颜色，轻轻的继续往前。对，而且我们 NARS 的这个眼影哦，除了很显色之外，粉质也很细。哦，擦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近距离的看很有质感呢。哦，最后浅色呢，我们把它画在靠近眼头前端的位置。这个紫色哦，为什么最后画？是因为我要把它晕在那个眼影的渐层当中，带出紫红的光泽。哦，就边边的地方，就是深浅交接的地方，我把它稍微晕一点点上去。我们再补一点点根部的黑色，再轻轻的用刷子补一点点，刚刚隔离的这个蜜粉是把它剥掉，刷掉，然后如果我们再加上这个很美，这个颜色真的很美，这个香槟色金黄色的名字取得真好，所以就是直接叠在它的上面就好了，对不对？对，尤其是加强苹果肌的地方，这是低调的高潮。最后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的唇蜜，哇，这样子走出去呢，绝对是目光的焦点，所以大家一定要学起来。